休息站，我们大家这边休息休息，然后继续要前往威尼斯。哦，佛光普照，感谢。休息站，在哪里？桃园大溪啊，桃园乡豆干，对啊，在桃园乡豆干，我是台湾生的，台湾生的，对啊，我跟绿帽子的钟楼这一条大道，康庄大道入口，我们不是。怎么说呢，台湾情少掉了，这个情那个情少掉了，可能因为太忧愁，我觉得太忧愁了，讲了太多，说的太多了，还有可能是前一阵子阿扁骂的太多，好的人就是变得很陌生这样子啊，他就是说就是对心理病，心理哎，怎么转都有了，真的、这么了不起哎！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哎！烧淹水淹一年淹16次啊！哇，是啊，谢谢。好我就说在这里当年呢，不为民不为利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，都很多在这里死了，现在就鸡皮疙瘩一直起，所以那个你看现在他那些东西啊，现在你没办法拍啊，都在我们摄影机里面，半月亮、菱形光，那个黑的光、八卦，还有光前有个一坨黑。一坨的那个，对立体的，哎呀，都有啊，都有啊，菱形光，哎，而且它那个上面天空那个天花板的圆那个顶啊，就是我在梦中看的洞天，我就找不到，我以为极乐世界，原来它那是金的耶，金的彩色绿的就像翠绿，红的就是红的，原来这个地方图形，你看那个时候把脑筋里深刻的回忆录，看得好神哦，我们要走，他。我们在那量化以后，他走，他就沿着我身上这样沿着古筝走，然后带着我看啊，才回忆起这一段往事。要不是他菩萨带着我们啊，我们又傻傻的迷魂，喝了迷魂汤了都忘了。这些人呢、都在当年，这些人。难怪他还在里面就快要睡着了。就在睡着，累死了，累就在地上就睡着了。不过刚才在车上还已经睡了，就对了。就是你看这个，就这个金光啊，哎对了，就那个颜色，我看的就是那么深的，红的红，蓝的蓝，绿的绿，就这么深。你梦中哎，就像我这个是玉镯这么翠绿，这么翠绿，那个颜色在我人间都看不到。就像这样，这还要漂亮的颜色，你看好美呀、洞天，我不说是极乐世界的洞天呐、真是神圣，这所以灵魂记忆体，别忘了。我说我从哪里看到？我在想我从哪里看到的？录影啊，对。我在想哪里看到的？哪里的天呐、天哪，哪里的天呐？以为是极乐世界的天。中国记忆，结合了这个，对。你看连那门呐、你看门那个图腾呐、门的中国的。门都是。这不是来自埃及的、埃及故事。就整个的智慧的艺术的结晶。
那可是我们那时候还是没有。所以这个脑海里面的潜意识，潜意识，潜意识，啊，那个在梦中清的时候就梦到，还不晓得怎么回事出来了，今天来看到，哦，原来这个彩色，你看金碧辉煌。有从那个门啊，开那个门上。对对对对，因为它在地上。对，那是三角形的，就是类似金字塔的那个图腾，还有地上的菱形图，就是我们常在影片看到的菱形光。嗯。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最后的一刻，发现了这一些神奇的地方。还是有这种个性，我们家的门就是不关的，你看就不关了门，就这样子开着大门，这样子，你看，哎，照，来，我们照，我们在这个广场。好，我带一班，我带一班。哎，来，小朋友也睡一觉，来，快点拿手，来来来，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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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我觉得好害怕，我觉得好害怕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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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子啊！哎呀！哎呦！我的哦！哇！哈哈！表姐，人家欢迎熊救美，欢迎！来救美了！哦，对啊！啊！小薇，快点！小薇，小薇，小薇来！快点进来啊！快点让进啦！好，老师赶紧来！小薇被吓得不敢接啊！歌词这么好，啊，这好好危险呐！哦，好的。好好的哎，哦，他们吃的好棒啊！哦，照到了没有？照到前景了没有？照到了没有啊？啊，赶快快！来，走啊，我们往那边开国门去。原路回去吧，那边我们不会走哎、欸。我们走。这边啊？他走下去20-30分钟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没了啦，没了啦。没了啦，那个你刚才讲的台湾生力面，他们吃的那么好。对呀、啊。还有台湾生力面。是啊。他吃的好开心啊，哥子。对呀、啊。来，我们到那个国门进来。好。来，参照。
再来，站好。啊。今天有拍吗？这个角度很漂亮，很壮观。那赶快拍啊！哪个这个人啊？对啊，这样子要侧着建成式拍过去。对啊，那从这边照啊，从这边照。对，这样四个五个，对。要把握时间了，对。好多哟！哎，这里怎么会累病啊？死了的很多耶。没有小小瓶的，哎呀，这么累的病的死了很多耶。这个工厂太浩大了。你往前走，远一点，你快点。哎，这边好棒，我会怕啊。嘉年华的面具，买起来，500块，小的。世界各国的人，外国人，嘉年华，你买了？哎呀，150嘛？对，不要买，750。好看不到。好，我们准备要上船啦。我们要离开了。
两倍到三倍。那这个去年飞行或者飞行的时候，它这个应该都叫做夜间飞行。他说这种战斗机这种大战斗进来，说要夜间的话就很危险。那他说他说他们培养他们这个驾驶的这个技术。那他们这些人都很亲民，亲近百姓亲民，因为常常看到他们在空军基地里面办活动。你看这个后面的山，哎，后面你看，哎，好美啊。Hello， 好。OK。啊，在这个大饭店，你看这个好漂亮，好优雅呀，是啊，和欧洲的饭店不一样。对，它里面有很多设备都很贴心，嗯，小小的很贴心，像那个床单呢、啊，它中间那一块再多加一个床单，这样子，蛮好。对，贵宾大家早安。